丢水里合适，我知道。都让你看见了，谁家女的光屁股让你看见？是不是天天上人家去串门去？先那可能是那可能是两口子可完事儿了就没愿意做，也背不住。你家猫是不是饿了？没有，没饿了。没饿，它老叫啥呀？我也不知道它叫啥。可能是没喂它肉呢，天天找人喂它肉。对，这是不可能。公猫起秧子不这样，叫秧子不是这动静，发情是发情了。肯定的，公猫跟母猫不一样，母猫可能就开春的时候叫的特别痒。公猫你就瞅吧，差吧，那公猫有一次那好几个养公猫。哎，公猫你知道咋？公猫发情了，啄呀，我操他妈！干仗？不是，就在屋里边疯的似的。这边跳到那，那边跑到那，然后呢？你知道我们家猫能多难受？跳起来啊，能跳老高了。跳起来之后，完事身子自己还拧个劲儿在落地下。我操！完那两天闹完了，你不是？你就有的时候就一个母猫要是叫秧的话，招了好几个那公猫，我操，得干仗啊，都咳。我家这个猫就旋转跳跃，我不停歇，旋转跳跃。都干仗，给他猫掐的，反正谁赢了，这东西真就是谁，这哪人就是谁，他妈有钱的人是贵贼，动物就是谁他妈厉害的，这人就贵贼。你那对象后来归谁了？然后对不理爱了，我人干好，结婚了，可能都结婚，都结婚了。我俩现在如果说打比，我俩要是那啥的话，我现在都当。你对象好看不？好看不好看？跟你比多少差点。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你拿谁能跟妈比？哎、那我要说长得好看，比你还好看的话，我怕你来气。能说不好看吗？子还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呢。就只要你看我那长相，我的对象能差了。你说，好不了。不知道能不能他妈找着他照片儿，应该是鸡巴没有，别鸡巴找。我下播了，不跟你扯了，你跟哥来吧。OK， 欢迎大哥玩去吧，浪我撤了，我不行了，我播不动了，多少任务也不过了，爱鸡巴。你再坚持三四十分钟，又多整十块钱。不行了，你看啊，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，挣三十得呗。行，那你说我搁这挂着，我怕他一会儿他妈的。啊，那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洗澡。洗完澡开播，你这咋？你还没播呢？这是啥前？临秋末晚。哎，你挂到七点呢。我不一定，我看看吧。哎，你一周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啥，夜间补助奖励你能开多少？有的时候二百多，有的时候一百多，有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是三百。啊，那可真多，那你是一天一个小时都没几巴拉吧？对呀、啊，睡过油子，我操，睡过头子了。我最多就鸡巴一百多块钱，每回都是一百多块钱。最多一次三百四，基本上都是三百四，没有三百五的时候，就是一天一个小时没拉，他也是给你开三百四。啊。肯定是有啥原因的，过不了 S 四还不给呢吗、嗯？不是，过不了 S 还是过不了 S？ 过不了 S 不给，没有，过不了 S。妈，挣三十得了，不行了。哎呀，那时候熬到六点，我应该就这么挂着去洗脸。我能给你挂吗？我就应该就这么挂了，完事我洗脸，你待着啊。那我关了。你别关，你就这么待着。完事你要是关了的话，待会儿我一个人直播间没有人，待会儿你那啥，耽误你事儿吗？耽误啥事儿？我能有啥事儿啊？你不打游戏吗？你也不干啥？打游戏不耽误事儿，给你挂了就完了呗。那有啥？你就搁这待着，你就跟我不就挂一会儿吗？洗完脸不就回来吗？六点，我收拾收拾。你
你们一会儿不回，我先站了再唠一会儿，唠的挺好玩。完，你真要走到几点呢？你洗完脸再唠一会儿呗。咋卸完妆不敢见人了？你重点是想他妈跟我唠一会儿，还想他妈看我卸完妆啥样啊？我不想看你卸完妆啥样，在我心目中我还是把你最美的那一面。就这颜值，我跟你说，卸完妆。对，浪男说的没我狠，那浪男有个事，他妈搁睡着了，我等了俩小时。这不是就咱妈不说，妈这颜值就卸完妆能差哪儿去？啊，不能差哪儿。我现在就去给洗脸，洗完脸我回来。哎，别看，别整。什么叫那些大哥的走了，你再埋怨我？啊？大哥走了，你埋怨我？大哥不能走，大哥。那你别埋怨我就行了。其实感觉我看你照片的时候，感觉我是说着不准。照片人呢？照片显得特别小。我照片就是比直播间好看。我直播间里头没有现实当中好看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就是你这个那啥的时候，就是直播间就显得特成熟。长得太着急了呗，你看长得像我说啥来着？那你说我跟你等，我是不是也没说啥？我就说那意思。那你说人跟没跟别人说？你说你知道吧？长得成熟。对，就是你直播的时候特显得特成熟，但是你照片显。那说四十岁那是扯犊子，39。谢伟哥。39差不多，开玩笑呗。咱俩岁数差不多，都18。说你18了，不行。谁信呢？你妈的，你说那玩意儿太悬了，从39一下干到18。开玩笑呢，我不就那么一说，不就开个玩笑？你咋还当真呢？哎呦我明天我就走萌妹子路线。对，明天你走萌妹路线。哎呦我操！